这家馄饨还不错啊，李老师。这倒蛮好的。金老师啊，嗯，我是觉得那个批文我还是还给您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，反正这种钱我赚的心里不踏实。哎呦，这种事情啊，就是你不做，别人也在做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反正我不想做。现在像你这么想的人啊，真是太少了。金老师。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啊，您说，你是真的喜欢我们家江涛吗？哎呦，你这想哪去了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你好，哎呀，江涛哥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是这样的，陆江涛嘛，年纪也比我小两岁，所以呢，他最近有一点丧失理智哦。哎，我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他喜欢上我，我都可以理解的。啊，陆江涛这个人啊，蛮有意思的。经常看起来啊，毛病多得很，像刺头一样啊。但是关键时候呢，还蛮有担当的。关键时候蛮有担当的。对，李老师，他这个吧，有时候做事情缺少判断啊，然后你也别太当真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学费不是都帮他交完了吗？他怎么没来上课呀，人呢？他这段时间，手头有一些别的事情，忙完了就来上课。哦，那你催催他，要不学费浪费了呀。是是，老师，喝喝可乐。田四，田四，田四。大哥，我跑。跑不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从来就没跑过我。走，跟我回去见江涛。我怎么了？走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跟进你们。走，喂，滚！二位哥哥。你们就饶了我得了！你说我也不是真心想坑你们。你别我废话，告诉你啊，你把皮儿给我二哥，我一辈子饭弄死！告诉你啊，这他妈甚至是我们这盘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我也是被坑的，我也受害者。你要不这样，你们把我交给你大哥，我田四盯他发落。交给我大哥，就当他便宜了你。那说我什么来着啊？说给我们俩板上钉钉是不是？我今天就给你拍一个板，就过来。干什么呀？待好了，知道吗？干什么呀，陆兰？你，不是，陆兰，你别唬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已经走到法律的边缘了，你动一个手指头试试。我法律边缘是吧？我让你看什么是生命的边缘。行，我想起来。